下录 ASMR 啊 grocery haul 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我跟我男朋友去一间 Asian Market， 就是亚洲超市买了一些食物这样子，所以我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第一样我买的是这个上海香菜猪肉水饺。我买2点多公斤的包，那一包，所以他们都在这里。接下来我们还买了一些味噌，除了那个之外，我们还买了一些韭菜。接下来我买了一些面条，接下来我们还买了一些咖喱块，这一块咖喱块是我妈从小到大我妈一直用的，这个牌子非常的好吃。
想要不要重新涂这个指甲，但是觉得有点累，而且等一下晚上还要上班，所以就想说算了。Oh my想说就先把这一只指甲卸掉，这样子。这是香奈儿的卸甲水，聚光水。现在我要开始吃了。
Maybe I should start streaming me just eating in ASMR. Would you guys like to see me streaming ASMR mukbang? Like and comment. We'll see. Last one. Nothing's left. Alright, 谢谢大家的收看，这一期的 ASMR 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的话请订阅，然后再按赞。然后，如果有任何想要 request 的话，就留言给我，看看我们会看看我们可能做的，好，谢谢大家，再见，拜。Oh my god, that was supposed to be in Mandarin. Oh. Fuck.